要吃鸡鸭冰吗？不。你刚从台北回来，听说你回来要住在桥头。哪那么多听说啊？啊，你要吃鸡鸭冰无？不爱啦，愈吃是心愈寒。寄信？对呀、啊，把信埋在土里，妈妈就可以收到了。那我帮你。喂，我觉得你妹妹很有灵性哎，她可以跟花说话哦。可是我觉得你更有灵性哎，因为你都不跟人说话。我听陈老师说，范谷后来都不跟高根说话了。哎，你千万别想不开哦。好，你也不要学人家去画什么麦田。如果要画，你就画甘蔗田好了。我觉得甘蔗田比较有灵性。哎，理我一下嘛。老师，那你觉得去这么多漂亮的地方啊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哦，那种感受啊，你无法度通体会啊。你得爱去迄个场地、迄个场所，啊去到遐浸伫迄个情景，你才有法度感受迄个土地啦、溪水啦、海水啦，遐迄种感动。哦，这种感动，让我安尼心内，加迄种。无爽快代志，豆啊拢爆灭，啊，互迄个溪水哦，迄个土地，互个海，互我的心内一直，互我安尼沉淀清气，实在迄种收获实在无法度通讲。他不会想去吗？好安静哦。下来，你是有在听无啦？哦啦，有啦。那老师说那么多，你不会想去吗？土地的美丽耶。我看伊若去溪边，就是用裤穿下跳落去，去遐受水啦。伊袂会去看海啦，我甲伊讲。真的吗？你唔通像恁老爸遐固执啦。恁妈妈和恁阿姨吼，拢是予恁老爸害死的。
想台北的女朋友吗？还是在想你爸妈？哎，他们真的对我很好哎，你很幸福。凤凰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？要吃抵押冰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明天上午要出发去北京念书，所以以后想吃抵押冰的话，要自己去买喽。好，不打扰你，拜拜，我先走。我看你拢不爱插潲人，我看你是不爱插潲你家己啊。好佳哉，天地拢会接受人，啊无你就会染变石头。上好是安尼啦。